那刚才呢，有那个两位呢，好朋友呢，带长镜头的，把你们叫到前面。好，刚才我看到呢，小张有两个带长镜头的，带那个相机的，有没有？来，两位好朋友来到前面去了。哦，我有看到那个两个好朋友来带长镜头的，好，你们可以到前面来蹲下来或坐下来。好了，目前呢，那个身上呢有那个咖啡色的啊，灰灰啊，哦，那个都是小海鸥了哈，哦，有一点像给阿健哈，这片白色呢全部都小海鸥，哦，那山上翻山腰呢那个也是刺了啊，全部都是啊。好来，有没有看到妹妹？有没有看到妹妹？我们看到小贝贝。哦，他如果站在那边呢，这个至少呢有一个爸爸，哦，或者妈妈呢陪他。哦，那如果妈妈呢出来抓花鲢鱼，就有爸爸呢照顾。